同埋我亦都想喺呢度同所有功能界別選出嚟嘅議員講，我從來都覺得作為一個專業人士又好，作為一個商界又好，係我哋絕對有能力同人哋喺一個公平嘅場合之中去選出嚟做一個直選嘅議員。我唔覺得無論係商界，無論係專業人士，點解要參加一個係可以食殘廢餐嘅一個選舉，去用一個不公平的手段，透過一個小圈子的選舉去繼續這樣選出來。